是咱们邀请啊，蔡明宪长老来读圣经。今仔日的圣经底底啊吼，是有三句，伫路加第六章20节到21节，咱来请蔡明宪长老来读一段经文。啊，路加福音第六章20节到21节。耶稣抬目看伊的学生，安尼讲：恁善良的人有福气啊，因为上帝国是恁的。恁即摆伫妖怪的人有福气啊，因为恁要得到百足。恁即摆伫乞讨人有福气啊，因为恁伫要笑。以上，万象最好的一位。多谢。这是咱个邀请啊，专门教会圣歌队来献诗啊，伊要献的诗歌是我主，是我的牧者。上帝通过这么美、这么漂亮的歌声、来给他的教会，给他的信徒兄弟姐妹大家可以做会来敬仰上帝的听、今天真热，总是没落雨，我们每次最烦恼的是说落雨，如果没落雨又真热、总是真感谢主，咱兄弟姐妹大家呢无受着讲遮尔炎热的天气，伫即个树仔脚今仔个拢敢若无啥风吼，拄只小可有风，即仔个风阁无去啊吼，总是无论安那，因为咱真正感谢上帝，互咱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伊，来服侍伊。顶礼拜介趣味，顶礼拜落雨，所以咱去伫音乐台顶面礼拜。礼拜真正发现讲咱边仔嘛一撮人咧礼拜，迄撮人啥你知道？迄撮人拢是穿迄个灰胶的，
这个拢足正式的制服，原来是一寡外籍劳工，对印尼来的劳工，啊，伊是回教徒，啊，住边啊，啊，伊咧做礼拜，啊，咱嘛咧做礼拜，啊，咧做礼拜的时阵，因为咱有音响吼，啊，因无音响啦，啊，所以吼，咱讲啊，咱音响若收大声，搁家己吵着，啊，无咱落来下骹，啊，落来下骹，结果雨搁唔听话，搁落来，落来讲啊，不接不搁倒来舞台顶悬，啊，总是咱吼。尾仔咱就讲无，咱较细声嘞吼，啊，互相比啊，相安无事做礼拜，礼拜所人甲我讲牧师，这若是中东吼，早就大打出手啊啦，基督教甲回教徒，伫中东这个袂通做伙，竟然伫咱这个所在会当大家伫遮足自由，你敬拜你的阿拉，啊，阮敬拜阮的耶和华上帝，拢总无冲突，阁唔呐安尼呐定，礼拜所来。啊，方丈牧师过去甲请安，哦，才知影讲因对印尼来的，啊，拢是回教徒，啊，因呢，因嘛是拢有做礼拜，总是因毋是固定伫遮啦，咱是固定伫遮，啊，所以因是变作外来的人口啦吼、哦，外来的朋友，啊，外来朋友，咱嘛是留意咧，吼、哦，我想这就是咱的社会，咱的期待一个上帝国度的社会，就是大家会当互相尊重，互相真平等。互相三个照顾，互相会当烧娘，啊，我娘你一出啦，啊，你娘我一出啦，爱当平安地啊做礼拜，所以在真感谢上帝，予咱伫台湾有遮尔奇妙的代志，啊，伫遮予咱安尼来经验，啊，这礼拜都无看到因来啊啦吼，但是当时要来唔知影，吼、哦，总是咱嘛咧期待。伊伊八号兵公园对咱开始伫遐聚会了后。已经有一挂人嘛，开始在遮咧聚会，咱期待这个所在成做一个真正和平、真正公义、真正充满上帝仁爱、自由的所在。再一波啊，牧师要甲咱做伙来看一位的经文吼，啊来甲咱做伙来想一个题目啊，这个题目呢，讲送香的人有福气，送香中文讲叫做贫穷啊。哦，贫穷的人有福啦、啊！一个真善的人，善到无通食的人，你忽然间讲会恭喜哦，你有福气啊！伊讲什么代志？一定莫名其妙对无？咱讲甲好嘢人，有钱的人讲恭喜哦，伊讲诶，本来就是啊，我是有福气的人啊。啊，甲一个善食的人讲，你做有福气的呢？伊讲你是咧甲我笑啊，是咧甲我口舌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足奇怪！耶稣到底咧讲这段经文是啥物意思？到底耶稣讲送香的人有福气哦？哇，啊，这遮严重的代志，耶稣敢会使黑白讲？兄弟姊妹，这就是非常予咱感受圣经内面的话，甲一般的人的价值完全无共款的原因。圣经你若好好甲读。内面有足侪所在牵连着是啥物事？是价值观的转变。耶稣予人类价值观的转变，安怎转变？照讲是爱甲好嘅人讲恭喜，但是伊甲送香嘅人讲恭喜，你有福气。这是完全违反人性的思考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咱看到耶稣的学生，当两个学生伫边啊，伫遐咧烧钱。伫遐咧议论讲，后日啊，咱的主若做王，对一个要一个正平，一个一个倒平的时，耶稣安怎甲伊讲？耶稣讲，恁来说伊啊，一个倒平正平，毋是我会当决定，是天的阿爸在决定的。但是我甲恁讲，你做大的爱大声啊呐，爱服侍人啊，做大是要服侍人，毋是要服侍啊。咱看到今仔日台湾的政治。选举着爬起坐官位的人，走路拢有风哦，吼、哦，走路都有风啊，吼、哦，感觉讲有关系较大尾啊啦。啊，落车咧，落车人也甲开门啦，吼、哦，啊上车咧，人甲开门，那个炸咧，人又头甲磕掉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呐，个特官嘛走出来啊，特官安那特官，若要去赴宴席，啊，明明时间都有到，伊即马嘛是交通红灯动起来，干那顺迄台车咧走，哦，这。唔对呢，耶稣你讲的唔对呢。耶稣讲做大是你服侍世事做世的人呢。你要做大，爱从啥？爱先给人服侍啦，先讲服务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啊，牧师在
像从这个 UIM 的训练，我内面有一个足重要的角色，叫做啥？叫做讲导播啊，导播啊，导播是啥意思？就是讲你来接受 UIM 的训练了后，啊，过来你要来做助教，要做助教，你唔是讲哦，我即马升级啊，我即马会使去人教，唔是啦，你开始要爱心学习服务啦，学员有啥物代志，你爱甲服务啦，即讲叫做导播。